出发去是哪里？鹿岛，叫鹿岛。鹿境，鹿境。看着外面，怎么到天气里面？怎么要去恒春呢？因为我们买了那个梅花鹿生态园区啊，因为会有人专门去维护这个海滩的干净啊，捡垃圾啊什么的。对，就是哦。到了。他都从我手里拽东西。姐姐，他连那个……最爱麦当劳最棒的一个东西，玉米浓汤。麦当劳资深员工分享，玉米浓汤要用薯条蘸玉米浓汤，超好吃。我们现在要去夜市，我还没有逛过这个，感觉。你从小逛到大，宝宝。真的吗？但是它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。我流了一身汗，换了一件衣服。过马路，小妞边走边扎头发，来来来，这是准备逛夜市的节奏咯。逛吧，这只好了，他们有很爱吃这个115。香烟香，你干嘛要进口水面？还有酒。